等一下，这个太痛了。这是体操吗？大家早安，今天是胡志明的第二天，然后我们现在人在胡志明现代美术馆。胡志明美术馆的门票大概是一个人3万越南盾，对，台币的话应该是36块左右。然后我很惊讶的是，胡志明美术馆里面竟然没有冷气耶，哦，好热哦，它就很淳朴这样子，对，非常淳朴。那展场里面都是电扇，但还是非常的热，就太热你就很浮躁，就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的欣赏艺术品，对，所以就跟昨天讲的一样嘛，2个小时在外面就要马上进到室内2个小时吹，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去吹冷气了。我们现在来到佛府这一间，这盒本店网络上也是蛮多人来吃的，然后这边都有人在等，我们现在就进去吧，看起来很好吃。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菜单，基本上就是河粉，然后还有很多的图片让你去选肉，这样也有贡丸，然后有生牛肉跟一些牛肉碎等等的。来了来了来了，让我惊艳的是，他先送了一盘九层塔，好可爱！这九层塔是要自己剥的。我越南人真的不会便秘耶，每一餐菜都超多的。对，嘉璇跟叶景吃的是 regular size 比较小碗，然后我们的碗超大，好像在槟榔店哦。惊讶广告。对，他很注重你吃的体验呢，还有 DIY 的部分。对啊。换照这一根就像白的啊，是像我倒地吗？还是会不会爷爷在玩食物？刻板印象会被骂，好了，赶紧骂他。这是半筋半肉的牛肉，吃起来脆脆的，不是那种台湾的生牛肉，但是吃起来是蛮好吃的。如果大家来这边的话，也可以点，不错。欸，我好喜欢他们给这边豆芽菜给超多，每一个人这样一大大一盘。我已经装第二盘，但是我觉得他的菜都很新，都没有黑掉。对，我跟瑞的一碗是8万，嘉璇他们点的普通 size 的是6万5，价格是蛮便宜的，嗯，台币100块，嗯。我们来到槟城市场。耶、yeah, ，这里好大，而且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市容。槟城市场里面卖了很多的服饰，还有一些布啊，还有棉被这一些，这个很像是那种传统的市场。对啊，皮件这类的，还有卖他们的那个传统服饰奥黛，真的也很多哎。你要买一个 Prada？ 哎，这边有那个Dior 的Christian Dior。那你挑个包送你。好啦，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再买一个精品了。哇，真的很像是台湾传统市场哎，超多干货。果干、糖果，嗯，这里真的很像迪化街，对不对？然后左边这边是熟食区，吃一些食物的部分。海哥，你要吃什么？我们吃饱了，我们吃饱了，谢谢。哦，他牙超，你看牙超白哦，牙齿很漂亮。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25万，来算算。台湾。不可能这么国际化，对不起，我算25万哦，哦250，来团体，你刚刚讲团体，团体会太过分，团体会不会太过分？270，对啦，你干嘛？你真的是，你刚才，因为我只想说他们的底线，杀价的底线是在哪？还是直接问他们说，哎、欸，你们这最便宜可以卖到多少？但是如果杀到，我还是愿意给他原价。OK， 真好，大家都说我很辛苦。我们不小心走到范武老街了。范武老街的话也是酒吧一条街的概念，就是全部都是酒吧。晚上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多人啦。晚上应该是那个整个路都是排位，对，都是人。嗯，大家有看到吗？那栋房子超级的扁，超级扁，是我看过最扁的房子哎。他不能这样睡，他这样睡就头跟脚都是已经，他一定要直站满了。培元步行街，这不是要晚上啊？现在是晚上6点多，我们来到一间网络上查到的古筝的越式洗头店，然后这间好像蛮有名的，它在 YouTube 上有一些人来拍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啊。OK，Thank you， 好可爱，弟弟帮我拿拖鞋。哇，这就是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古筝，有一个古筝的越式洗头。Full body massage, super hair wash. Super hair wash include hair wash, massage and massage neck, facial, mask, wash hair. Oh, okay, very good. Thank you. Yeah. 所以它这60分钟的 super hair wash 包含洗头、洗脸、按摩肩颈，然后还有掏耳朵。掏耳朵就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对，重点项目。
我们现在在这边换衣服，然后蛮妙的是，他们这边呢，如果你是穿裙子的话，就会要你换裤子。那如果你上半身如果是穿比较合身的衣服的话，可能会要你连上半身的衣服都脱掉，穿那种比较可以露到脖子的衣服。他主要是怕你会湿掉，这是他们的东西。你们俩先。对啊，换完衣服就是这样了。我们现在上到三楼，就是他们洗头的地方。要脱掉，哇！所以男生的话是直接脱衣服，如果是女生的话，就要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一样，他是换上他们这边给他的浴袍，看起来很舒服哎。我很像一只小狗，然后主人在那边抓头，他这样压我，感觉意识快模糊了，每次都错中学到。超值得来的啦，你真的超级无敌舒服，怎么会这么舒服啊？我觉得最舒服的是肩颈跟手臂，前臂它按的力道之大，按那个手的时候，对，按到你的手掌，然后跟没错没错，强烈爱感觉的，不要乱讲。Yes, you are YouTuber. Sort of. Yes, this one. This one. 有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看，按完你还有这些东西可以吃，就是这看起来像，这不是同乐二胶，不要乱讲。这看起来是豆腐羹，然后跟饮料这样子，冰片，不是酸辣汤，它就是那种清羹，没有什么味道，淡淡的。我就有个很厉害，就是他耳朵，他们拿棉花棒弄的耳朵里面，我想说，天哪，你知道看到说，我乍看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想说，哎，他怎么会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他戳的蛮深的，但是又一直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对对对对对，整体就是很舒服。哦、oh, ，Thank you。Thank you for job. OK. Tomorrow, massage body, sixty.Really? Thank you. Oh my god. 然后他们店刚刚非常的好，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前过来这边送我们一个人60分钟的全身按摩，然后明天还会有古筝的表演，所以明天应该可以拍更多的内容给大家看。大家早安，这是我们在胡志明的第四天。我们今天受邀受古风按摩之邀，还体验他们的全身按摩。然后大家记得来这边的话要提早预约，因为这边通常都会要等。Let's go。跟大家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今天是体验60分钟的全身的按摩，是59万越南盾，昨天的 Super Hair Wash 299，所以想体验昨天洗头的项目的人可以选这一个。它这边还有 Combo 的选项，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点，但它就是结合左边的一些选项，然后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 set 的概念。Thank you。他们很贴心，他们就是给你一个小袋子，让你把一些随身用品啊，像是墨镜，然后手机放在这个袋子里面。男生的话打赤膊，然后给你一个短裤，然后女生的话来嘉轩，我们录一下你的。我个人觉得女生的这一套很可爱，有一件上衣，然后短裤就是配套的，然后也有这种是红色的小可爱。你看起来偏保守的话，就是要给你。Thank you。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是先进桑拿房。真的假的？哦、oh, ，It's hot enough. Excuse me. How long should we stay here? Just 10 minutes, and then you go to 按摩。啊 ，OK OK。哎，所以我们在那边找10分钟哎。10分钟很久哎，10分钟。我已经习惯了。这边温度我看上面是55度，但因为刚刚加了水，所以在更烫。那我们就待会见啦，好不好？我们让各位先桑一下。这边小姐已经热到想要出去了，真的很烫啊！这边真的很热。你看，你看，你看，很热。最近的耳朵也是都很
刚才他们跟我们说，就是桑拿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按摩，那不要先洗澡，因为我们现在毛孔正处于一个打开的阶段，所以如果马上去洗澡有可能会感冒。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按摩。哇，这里就是他们的按摩房，很大，而且每个人空间都很大。然后这里有两个人一起的，所以情侣来、家庭来都没有问题。哇，谢谢，我感受到他的骨盆了，这样会不会太亲密啊？你有感受到他鸡鸡吗？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融合泰式按摩跟整腹，所以如果你在台湾是习惯整腹的人的话，基本上这应该是还好，会觉得蛮放松。可是因为我平常肌肉都很紧绷，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子。然后他刚才在底下塞了一个热热的沙包，就是帮我们肩颈的，对，肩颈放松。所以眼睛这个也是热的。对，也是热的，这边蛮舒服的。可是上面舒服，然后下面很痛。有一点点，如果你是腿很紧的人，肌肉很紧的人，应该会蛮痛。也没有哎，我觉得他可以再靠近一点。那这边当什么啊？你好，这是今天新来的师傅，指力不错哎，这指力可以吗？对啊，是 OK 哎。哇！哇！哇！哦！该什么？耶哈！什么意思？现在什么意思？什么状况？我们这个画面可以吗？可以啊，准备出来。对。哦，他觉得我绑的不好看了，他帮我绑一下。啊！我放一放，我一定。乾坤大挪。他把你撑起来了。我不觉得，你确定？哎，可是这是模型啊。没有啊。是吗？没有。啊。有保护啊！对吧？对吧 ？I'm so sorry。哇，他出大招喽！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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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头都快到地上了，好夸张 ！Thank you。可爱的一餐，然后这一餐全部都包含在这次的按摩的服务里面。现在就边喝饮料边吃东西，然后边听旁边的古筝表演。你把朕的心都弹乱了，很吵的这个。人生应该没有被折磨过。对。我吓到，我吓到。你要吐气哦。对，放松，放松。太过去了。哇！哈哈哈哈哈！我整个麻掉了。我现在头是整是麻的，我。